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代办赖桂奇夫妇为了联络中班两国友谊，特设酒会招待我政府机关首长、行政院陈院长、立法院张院长、监察院余院长和各军政长官都出席参加，君主之间友情洋溢，极为欢洽。在酒会中，赖代办代表西班牙政府以大十字勋章赠予于斌总主教，同时又以西班牙国旗、弗朗哥元首玉照和书籍500多种赠给中班文化协会。陈院长致辞以后，中班文化协会理事长王云武继续发表演说，表示谢忱。